周队长，魏老板又回来了。他刚才去哪儿了？去卫生间找魏正辉，见赵会长了。去见赵会长？是。赵建哲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计划，估计不会有事。收紧包围圈，一个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行动，是。 周队长，还是没有找到魏老板。火箭人死要见识，让后院看看去。是。走。啊！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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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佐阁下，德利奥行遭到抗匪的突然袭击。大佐阁下，宪兵队遭到八路军部队的阻击。大佐阁下，特务连队在槐树庄一带被抗匪主力阻击，命令小野宪兵部队全部出击，把混进城里的八路军全部消灭。哎。 没什么情况，鬼子躲在炮楼，打了一阵冷枪，就没敢出来。影子部队呢？根本就没什么影子部队。哎，营长，赵清哲被干掉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家里有日本人重兵把守，让他给跑了。
营长，我去杀赵靖宇这事，千万别和团长说。啊，营长，我明白。你这也是为了抗日吗？ 魏德利不见了，我们是亲眼看到反胃药行的，行动开始以后，就始终没有见他出现。杜安岛口的人呢？安岛口那四个人也不见了，极有可能是和魏德利一起被炸死了。刘老板，刘老板，袭击维社会刺杀赵靖哲的人查清了吗？我们找到了一个维社会的幸存者，他亲眼看到的是18团的欧阳大满。 欧阳大满，对，他怎么会在城里啊？他应该在西郊的外围啊。叫我们想不到的，山口军在凤岭城的地下精英，居然在一夜之间损失殆尽，就连你山口军都差点死无丧身之地。村木联队遭到18团的完全阻击，这是我们的预料之中的。 让我没有想到的，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了凤岭城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我们居然一无所知。这就是共产党，我们最可怕的敌人。我要没猜错的话，指挥这场战斗的，应该是我们一直在查找的刘青吧？山口军不是有一支帝国的影子部队吗？ 专门对付共产党，怎么到关键时刻无影无息了呢？他们的行动太突然，我们事先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情报。都说共产党神出鬼没，真是一点不假。对了，赵会长，他在干什么？ 赵会长，您这么给他鞠躬，不怕别人看见有什么说法？我听说魏德利是什么特务，我还是中国的汉奸呢。不是，现在西安那里可正眼天雷暴呢，这两天我这右眼老跳，您就不怕有什么报应？会长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走，啊，去哪儿？吃饭。 心真大，赵会长好像在祭奠你们的亡灵，你们的私交一直不错吧？不错，哼哼。他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昨天晚上，维持会遭到袭击，损失不小。苦肉计？不会吧？据维持会的一名幸存人员说。 袭击赵家大院的正是赵会长的大仇人欧阳大满，他只是运气好，逃过一劫吧。宫本君，我已经是死人了，你恐怕还得继续跟他打交道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他这个人肯定是不值得信任的人，但是肯定是值得利用的人。如果昨天晚上的行动让他指挥的话。 我已经魂归故里了，山口大佐，那赵夫人呢？是放还是杀？可以让他们见一面，我很想知道他们说什么。赵会长，请。
那我就不打扰夫妻二位见面了，谢谢。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人攻打方正城，得李昂全完了。得李昂？那魏大哥呢？魏大哥没事吧？ 顾宇，咱们现在没有魏大哥，只有山口大佐。哎，你别说气话了。什么气话？啊，他把我的媳妇儿抓起来，我他娘的还得谢谢他。或许魏大哥有他的难处。难处？他有没有想过我的难处呢？中国人不相信我，宫本大佐也不相信我，现在连他都不相信我。硬要拿什么十几年前认识的教官来说事儿，啊？给我硬戴上一顶红帽子。 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世界上还有天理吗？哎呀，魏大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我估计是在劫难逃了。啊？听说八路军还有十八团的人把德利奥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别说是一个大活人了，那连只鸟都飞不出去。虽说这山口道总不够意思，但是有一句话我倒是信他了。说什么？有人进过他的地下室。谁？ 那我怎么知道？但我可以肯定，进去的人一定是个暴……我告诉你，有人拿着炸弹放在他的屁股底下了。完了！哎呀，你这现在连个朋友都没有了，连个喝茶聊天的地方都没了。我只认识魏大哥，我不认识什么山口大佐。哎，行了，人都没了，你还较什么真儿啊？ 单口娟，他到底是人还是鬼？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赵夫人怎么处置？人可以放，但是一定要盯紧了。只要把赵夫人盯紧了，赵会长就跑不了。他是我们找到柳青的最大希望。 赵会长，见到夫人了吧？见到了，见到了。感谢大佐对我夫人的照顾。有件事得跟你请示一下。我想雇些人啊，把德利奥行给清理一下。那么多废墟就这么摆在这儿，实在是有碍观瞻。你看，我们维持会可以不要体面，但是大日本皇军他绝对不能不要体面。您说呢？这是维持会的事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那我就去办了。 小野君，替我送会长和夫人。嘿，山口真的死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在废墟那儿找了很久。 没看见他的尸体，我计划再找些人来，怎么也得找个说法。哎，你疯了吧？哎，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找山口，你不怕宫本怀疑啊？杀猪杀屁股，一个人一个杀法。我听说你差点也为日本天皇尽忠啊，谁干的？你猜猜？不会是猪头满吧？ 大满哥哥是非得弄死我，不过他倒是帮了我。你想吧，整个山口组织那么多老鼠窝都被端了，只有我这儿没事，说不过去吧？有机会，我让风景城找他。阿秋。 一会儿把那里边都清了啊！不能总这么折腾，再这么折腾会露馅儿的。咱后院发现两具尸体，都是我们一分队的人，都是负责铜安道口的，枪是从背后打过来的。黑衣枪，刚才山口被人救走了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，那里头清干净。
商员都是这些老乡们帮忙送过来的，给了咱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援。谢谢大家了啊！不用谢，你们打鬼子也是为咱老百姓好，这点忙我们应该帮。是，地铁车长那儿拿点钱，发给乡亲。是，哎，长官，拿啥钱啊？啊，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呢，您问问他们哪个是为了钱来帮忙的？老乡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长官心意我们领了，你们呀。 多杀点这个狗粮养的小日本鬼子，给我们报仇，比啥都强啊！地里边还有活，我们先走了。走，咱们回来。好了，哎，这次的行动虽然有一些成果，从总体上讲，不能算成功，尤其是一箭三雕的计划，基本上等于泡汤了。 期待的影子部队没有出现，山口支援也没有落网。山口支援能够死里逃生，会不会是赵小雪救了他？不可能。战斗计划宣布以后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结束，我们一直暗中监视着小雪，连晚上休息都是和护士小李在一起，他们根本没有离开山寨半步。不会是赵小雪，会是谁呢？ 团三营营长欧阳大满亲手放走了日本特务山口直元，这个新闻啊，相信不仅会轰动整个丰岭地区，甚至会轰动整个华北呢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名功臣。小雪，我已经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帮你把善事都干了，你什么时候履行你自己的承诺啊？ 承诺？什么承诺？别给我装糊涂！录音带呢？你说过要把录音带给我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你他妈耍我是不是？啊！你有种再大点声，让整个十八团的人都听见！ 逗你呢！其实那个录音带我早就已经销毁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了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 去过丰岭城，对，有人看见他袭击了维持会。什么时间？就在得力战壕战斗打响之后。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呀？欧阳团长一向纪律严明，这不是公然违反军令吗？所以，我们暂时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欧阳团长。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。豆豆先生，我是来跟您请命的。请命？ 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想完成我生前最后的朋友魏大哥的遗愿。你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吗？他曾经说过，我曾经的教官柳青，共产党员，也是丰岭地区抗日负责人之一。他想找到他。当时我不相信魏大哥，我以为他怀疑我，要强加给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。可是我现在最好的朋友，他已经为天皇陛下献身了，我不能再视若无睹。 我想不惜一切代价，找到刘青，给他报仇。你走了，夫人怎么办？希望您帮我照顾好夫人。
感激不尽。老铁，大满和赵小雪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俩从小关系就很好，彼此像亲兄妹。奥运团长把小雪留在十八团以后，大满对她很照顾。最近听说他们在谈恋爱。大满和小雪谈恋爱了？年轻人都这么说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样吧，老铁，大满的事情你可以暗中调查一下，但是千万不要惊动欧阳团长。他这辈子不容易啊，小满同志牺牲以后，如果他的儿子再出点事儿。明白。他答应了？只要他答应，就说明山口之源还活着。你一定能找到他，对吗？对不起，顾月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只能把你当成筹码放在宫本那儿。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我愿意当筹码。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闪失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。其实最危险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，是你。景哲，从我一开始决定跟你离开十一军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过，咱们只有1%的胜率。但是现在我们还活着，过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儿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景哲，我是你的女人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束缚，更不想你因为我而缩手缩脚。我和你一样都是战士，我也不怕死。顾月，别说了。景哲，别因为我而分心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去找山口直元？嗯，有线索吗？没有，但是山口直元应该跟影子部队在一起，找到了山口直元就能找到影子部队。那谷雨呢？谷雨怎么办？你把谷雨抵押给宫本拿走了是吗？你马上回凤岭继续做你的赵会长，我们会想办法查找山口直元的。听着，你们能找山口支援，山口支援也可以找你们，明白吗？你现在是山口支援的最大的心患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十八团还有十一军，他们是冲着你的风岭纵队来的。那我们也不能拿谷雨的性命做赌注。谷雨是个战士，他不是随军家属，既然是战士，就随时都要有牺牲的准备。赵清澈，你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谷雨自己说的。相信我和谷雨吧，就像你相信小满一样。刘老板，又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我们藏在刘庄的200000军粮转去的德福专员带着警卫派去检查军粮的时候，结果在刘庄的外围中了埋伏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昨天半夜打起来的。赶紧带我们去。是，请。谢谢队长，请。走，下。下。
又是影子部队，只有魏老板能调教出这样的部队来。赵会长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啊，谢先生，初步判断是一场误会战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误会战。有你那位教官的尸体吗？我看了一下，没有。要不你们先撤吧，我还要跟刘村律师会的人善后呢。 刘青他肯定会出现，如果你们在的话，他不会现身。赵会长，你别忘了，赵夫人可在我们手里。哎，我夫人有您亲自看着，我很放心。撤！ 专员还有一个警卫班的战士全都牺牲了，这四具尸体可能是影子部队留下的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你看，他们比当地的农民更像农民。山口支援培训出来的，山口支援很有可能还在凤梁城一带，也许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。长友柳教官，我们的人不要出面。可是靠你一个人，等于是大海捞针。 阁下，你又办了一件让我失望的事情。你本来可以查到那20万斤军粮的，现在怎么干的？对不起，八路军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。我们的人还没有跟踪到位置就被发现了。损失大吗？死了4个优秀的帝国士兵，他们都是以一当十的。对不起。 我不止一次的跟你们说过，八路军才是我们最可怕的对手。赵会长，急着找我什么事儿？最近没有十一军动静了，怎么？当死乌龟？黑虎的事曝光以后，十一军内部产生混乱，大家都不愿意相信黑虎是内奸，都认为是你赵会长嫁祸。嗯哼，我得先解决内忧，才能抗击外患。 解决了吗？基本稳定了。十一军在各地的演习还多吗？说，你想干什么？查一下维德利。风陵事件的时候，宫本大佐向华北总部发报，要求把事故连队调回来，一劳永逸的去解决风陵的问题。哼哼，这宫本大佐目光太短浅了。 执着地认为是八团才是他的心腹大患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的目光还是要盯住攻占大哥八路军，用我们自己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去对付他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。另外，针对欧阳针的战术行动，我们必须要尽快地进行。他的存在对清廷是个最大的威胁。 清风岭的地形，你们熟悉的怎么样了？基本上，我是基本上，这必须完全熟悉才行。是。可是攻打清风岭，不是宫本大佐的事情吗？清风岭的地形复杂，地势险要。宫本大佐要想完全歼灭十八团。 并非易事，所以影子部队的任务有2点：第一，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
去干掉欧阳尊。第二，要盯住和你们一样像幻影的八路军。宫门大佐，他攻打清风岭，八路军不可能不出面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我要尽快的跟清廷联系。我听说你们部署非常周密啊，怎么会让魏老板跑了呢？还不知道，很快就知道了。你常在外边溜达，处处的多加小心。十一军的眼线不光能为你找魏德利，他们更希望找到你这个汉奸。你的身份不能戳穿，我也不好明面阻止他们。李，先走了，走。李，李，李，什么事儿？吴司令，我们的兄弟好像看到赵金哲了。在哪儿？好像就在这一片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去找。是。哎，回来。通知我们各处沿线，赵金哲要找，魏老板也不能放过，因为魏老板是比赵金哲更可恨的日本特务，明白吗？是，知道了。去。进来，老板。咱们长话短说，宫门大佐需要清风岭的兵力部署情况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不指望宫门旅团一旦成功，事实上也没有这种可能，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循序渐进。斩首行动要完成，共产党的底牌一定要翻。在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之前，你还得留在清风岭。明白。回来了，让我抱抱。哎，好几天都没见着了，我觉得他们很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啊？小野还有宫本两个人的眼神不对劲儿，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。山口出现了。石谷联队已经调回，准备配合村木联队扫平清风岭，全歼十八团。很好，预祝宫本军一战成功。山口君，如果你的影子部队能够配合，把握性会更大。他们恐怕不能帮阁下的忙了。我们负有共同使命，难道还分彼此吗？宫本君，人有人的作用，鬼有鬼的作用。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，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。
生死死，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阳光，路上的黑夜，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，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倾听到